各位观众，你好。今天要配这台车，就是2000年的 Lexus IS 200。因为这台车的锁匙是立体的锁匙，所以阮把自动机来搬到现场去做。这台车的风道已经锁起来，所以阮拍开门的时阵，这个整台车的警报就一直叫。而且这雷瑟斯的车是叫甲足大声的。过来就是甲这风道阿爸绑起来，准备做这主钥匙。主钥匙做好了后，倒来这车底，试看这锁匙会使发动无？这防盗灯熄灭，安尼经过发动，就表示这晶片钥匙已经会使啊。哦，安尼就会使交予人客，予伊会使赛车。